早吧，何警官，见到您特别开心，因为我发现武汉发展的好快。我们这几年确实就借助我们的互联网大数据，我们有了很多一些小的发明小创新。这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街道左转的一种方式，主要是根据我们入口的那个提示牌进行车辆的一个放行。这个为难就要为难指示牌了，指示牌怎么分析呢？指示牌我们会根据车流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分析。哇，他这么聪明。这是我们在武汉市路段的一些叫绿波带，应该我们的武汉司机朋友们都体验过。这个真的很棒。这里是我们的大数据中心，来保证我们的这些社会化的一些运行以及我们的数据研究分析有一定的成效。我觉得这儿有一种未来的科技感。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更加聪明的一个路口。还有更聪明的？当然了，路口全息监测系统。实际上这个全息就是我们把路口跟路口整个相关的车辆、人、监控所有的数据都把它汇聚在一个我们的屏幕上，什么都能够看到。哦，所以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模拟的画面，而是当下正在实时发生的一个路面情况。是的，绿牌就是我们新能源，蓝牌就是我们普通车牌。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那些小点，实际上是我们的行人和这种车。